सरस्वतीं व्यासं ततो जयमुदीरे। सर्वप्रथम अस्मदीय परमानंदतमगुरुपाद पद्मे असंख्य कोटि दंडवत प्रणति निवेदन करिया।现在顶拜我的灵性导师。顶拜所有的威士那王，所有的男女奉献者，所有奉献者，所有的妈妈，所有的姐妹，哈利克神向你们顶拜。现在大家呢，刚刚听到了马拉奇，他说了很多呢，就是瓦萨的那些故事。这是萨拉蒂亚瓦萨，每天呢，拉达贵神都是在这里展现他的逍遥，他们的逍遥时光。他们呢，在瓦山地瓦萨拉也讲了，萨拉地瓦萨、瓦山地格拉斯，这些都是属于很著名的瓦萨。萨拉地瓦萨、瓦山地瓦萨。这些呢？巴格旺至尊主，至尊主呢就品味了达拉米的爱。克里斯呢是属于呢至尊主的 Prime Guru。克里斯呢从达拉米那边呢学习啊什么的纯爱，其实爱是两个方面的，爱不是单方面的，爱必须有个对方。就是说必须有一个爱人和被爱者，那么爱人就是说必须要在同样的那种程度，就表示神真的爱人，他可以把他身体心意，他可以把所有一切给他的丈夫。但是呢，爱人呢，爱人和所爱的人，双方都应该这样，这样呢，他们就能够就有纯洁了。如果说一方呢是自私的话，如果说另外一方呢爱另外一个几个人的话，那么他只能只有自己的自我兴趣的那种欲望。那么例子就是说，就是一个年轻的男孩子和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他们呢就是相爱，然后他们会想要怎么样呢？能够呢取悦我的爱人，我能够我给他什么东西，我可以取悦他。怎样呢？就是能够让他开心快乐，要这样想着。那么当这种感觉出现在心中的时候呢，叫做 prem 纯爱，否则的话就不是纯爱，否则就不是纯爱。如果说要是自私的那种享乐的话，那种欲望呢，这样呢就是不是纯爱，那爱也是不够纯洁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印度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种，就是一种爱。也就是说呢，爱人和被爱者如果说没有爱的话，那么会有很多呢，就是自私的那种心态或者欲望。那这样的话呢，没有纯爱，就爱呢是不永恒的。但一个人要是有自私的爱的时候，那爱也是不纯洁，他只会呢满足他自己的那种感官，那这种爱呢就经常会吵架争吵，互相控制，这样的话没有什么快乐，没有什么幸福。那么爱是什么意思呢？ Prem 是我们不要想自己怎么样开心或者快乐，我们爱任何人呢，就是我们爱的对象他那怎么样能够快乐，我怎么样能够呢，就是做怎么做才能够让他快乐开心，这叫 prem。
所以拉萨克里希那的爱呢，不是物质的爱，不是。克里希那其实他是呢，就是最最突出的爱人。他呢，就是拉达克里希那，他们呢，就是克里希那也想拉达拉尼快乐，拉达拉尼也想克里希那快乐。克里希那说：“我不是为了我自己的爱。”茉莉姑娘呢，她也是不是为了自己。他们有快乐，他们有热切。人们在这个世界的爱呀，他们有欲望，他们想做对方，那他们的那个倾向呢，是满足我自己的感官。但拉达克里希那的爱呢，是满足对方。所以呢，这就是不同了。那这些情感呢，完全是超然的。所以拉达拉尼是克里希那的 Prime Guru。克里希那从拉达拉尼身上啊学习怎么去爱，就是无私的爱。那么舍婆家的茉莉姑娘，她们从小啊就很爱克里希那。他们从来都 没有任何人因为 Krishna 跟因为爱 Krishna 我怀孕了，没有任何人跟 Krishna 有什么这样方面的 Krishna 没有这些方面的关系，没有这些方面的欲望，所以没有任何茉莉姑娘生孩子什么的。但是呢，在 Dwaraka 呢，他们那些王妃呢，就是啊，都为 Krishna 生孩子，就 Krishna 是他们的丈夫，所以所有的女人都受到 Krishna 的吸引。萨达拉尼拉蒂，就是一种爱。那么这萨曼加萨蒂，就是萨曼加萨，就是表示那种爱呢，是属于那结婚的那些女人的爱。古鲁迪亚说，他们的爱是被分割的，那种分爱的什么怎么样分割？古鲁迪亚就说。他说爱要是被分割的话，多少小孩他们呢会分他的爱。那么茉莉姑娘呢，没有什么孩子，所有一切爱都是给 Krishna。 但是那些王妃有十个孩子一个女儿，十个儿子一个女儿，那他们的爱也是分开的。所以每个王妃其实都很开心，觉得 Krishna 总是跟他们在一起，他们呢也不会常吵。所以爱克里希那的他们都没有争吵。克里希那说：“不要。”有时候呢，就有些呢爱呢，就是说孩子有的有些爱呢是给克里希那。克里希那说：“你到底是看孩子还是看我？”克里希那会说：“克里希那说跟王妃说，你干嘛不看我们？”那么呢，那些王妃就说：“到底是我们要看孩子还是看你？”所以他们爱呢是被分割的。对，这就是说啊，结婚的那种生活，他们呢就是有婚，就是婆家里。如果说结婚的话呢，有孩子还是很开心的，那没孩子还不开心，但有了孩子，那爱就分割了。不然的话呢，家婆啊、小姑啊，或者其他人都不开心，有了孩子了，他们都很开心。那这个时候呢，在这个夫家这里啊，对每个人都要有爱意，要不然他们都觉得你冷落他了，不开心了。做一个儿媳妇的话不容易啊，要对每个人都要尊敬，要不然每个人都是对他不尊敬，对这个不尊敬的，闲言闲语。八戒、高比，他们对 Krishna 的爱，他们谁都不管，他们就把 Krishna 当成所有的一切，也没有什么家婆、小姑这些人。
他什么都，他们什么都不要，只有 Krishna 一个目标。牧女姑娘呢？他们呢，把所有的爱呀，都总合在中，全部的总在 Krishna 的身上 ，Krishna 的莲花足上。牧女姑娘，他们不想来任何其他的物质的那些东西，他们只想 Krishna。拉达拉耶说：“哦，亲爱的，啊，我该怎么说？哦。”哦，亲爱的朋友，我该说什么？我该怎么样跟你说？你那边有电池吗？现在还有。哪一个备用呢？然后他就是跟他说 ，Prem， 我不能够呢，就留在家里，因为我爱你。Krishna 说，没有你，我怎么能够平静的留在家里？摸了摸，难爹啦难哦 ，Krishna， 哦 ，Saki， 女朋友，我要是死的话呢？下一辈子呢，我会变成了兰达的儿子，你会变成拉塔。我呢会爱你，我呢会去那森林。我住在森林那边，因为我爱你。我会死的话，兰达拉尼说我会死的话。我会变成了 Nanda 的儿子，我也哦 Krishna， 我会把你变成 Radha， 你那个时候你就知道。我会变成 Nanda 呢，就 Nanda 的儿子。下一辈子我会变成 Krishna， 你呢会变成 Radha。我也会坐在那卡丹巴树下，我要吹着笛子，听到我的笛声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会去啊，亚木那河提水，那你呢就会听到我笛声，你就会晕倒，你就被迷住了。那个时候你就会知道，我心中的痛苦。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你怎么样让我的痛苦。那那个时候你会知道我心中的那种痛啊，你也会哭。就下一辈子啊，拉达拉尼就说下一辈子我会变成 Krishna， 你会变成拉塔。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了，你的笛声令我们多么痛苦，多么伤心。那个时候你会哭，你会是拉塔，你呢就会为我而哭。我就会看到你在为我哭，拉达拉尼就这样在自言自语，他就变成嘎达达旁地的无圣体，里面的嘎达达旁地的。Gauranga 就是主拉达 Krishna 的结合化身。Gauranga 嘎达达嘎达达 Gauranga， 就像西达奥拉嘛。哈，Ram Sita 这么，我还一不然，他怎么跑的？两个身体，一个身体，一个灵魂，两个身体，他们没有区别。就是他们是只有一个心，他们没办法分割。嘎达达邦蒂的他这样说，他在那在看切丹尼玛布在做什么。嘎达达邦蒂的呢，他呢就在分派这种情感。拉达奎舍的爱，这种爱呢，不是呢物质的，在这个物质世界，我们看到，在这个物质世界，我们看到了很多呢，就是因为孩子，他们很开心，他们。他们的爱
是啊，就是。可以看到了，就是在这，在那个物质世界呢，那么也有爱。就是在那个物质生存中啊，他有很多那个担心，所以物质世界的那，他们的爱，这没是物质的。那拉达克想的爱呢？他们是属于超然的，他们不是那，就是丈夫、妻子这些爱，这种爱是非常高的，很多很多的爱意。这些情感是非常高啊。在拉达拉曼南德赖的那对话中说，首先呢，就是说眼睛的交流，这样就会出这样的爱意。爱人和被爱者呢，他们的眼光的交流，然后就出现爱意。每天呢就是这样的，因为那种目光之后，然后就产生爱意，然后每天的爱呢都在增加，因为在思念。那么发展就是那种安努拉的，就是爱，就是彼此的，就是都爱着对方。有一次，拉达克里什纳他们呢，就是说，他们之间的爱啊，就是很深啊。现在讲，当他和拉达克里什纳他们都是很小，才就几岁大，那个时候。也就是说，拉达拉尼啊，他其实很小啊，不是几岁就，他讲刚刚抱回来的时候，他不睁开眼睛。那么 Kitty 的妈妈，他就觉得奇怪。他说这个小女孩太漂亮了，太美了，太迷人了。拉达拉尼非常迷人。但是他不睁开眼睛，总是闭着眼睛。那么 Kitty 的妈妈就说，怎么我的女儿这么漂亮，可是她总是眼睛闭着眼睛。那这妈妈就说她把小锅巴的 Krishna 抱过来，她就想当妈妈要说的生啊，生 Krishna， 看来没有去跟其他人见面，他也没有去其他亲戚家串门。所以 Krishna 出生的时候，他没有去亲戚家串门。所以呢，妈妈有时候就想去朋友家串一下门。那他就想去看啊，拉达拉尼的母亲，就说他想去看一下 Kitty 大孙到底妈妈。布里沙巴努玛拉其实叫 Kitty 大。那么把 Krishna 放在他抱着 Krishna 他就走了，去他们家串门。他去了 Ravo 那个地方，去我们前天去的，然后去到那边来看到，他看到床上有一个小女孩躺着，很漂亮，很漂亮。那个妈妈也说的，他把那小锅巴。睡在拉达拉尼的旁边。然后他呢自己去找了拉达拉尼的妈妈谈话。他们两个互相拥抱在讲话。他们呢就 Kitty 的妈妈和妈妈也说他两个彼此互相要尊敬对方，而且他们很友好啊，很就是。他们很好的朋友，所以大家又说又笑的，很开心。
提提他提他的呢就生了一个女儿，妈妈亚修达生个儿子，所以他们都很开心。那么亚修达呢，妈妈亚修达没有其他儿子，只有 Krishna， 所以呢亚修达呢也很开心了。那么提提他妈妈也很开心，所以他们呢就是彼此在谈，在所有所有上。那么在那黄江里呢，就是在床上呢，就 Krishna 躺着，然后 Radharani 也在睡，然后呢 Krishna 是很好动的， Krishna 就打了 Radharani 的脸，他就在打拍拍他的脸，这小小的脸就这样拍拍拍拍的拍他脸，他呢就在抓他的胸膛。那达拉尼当时啊就睁开眼睛，他把他美丽的大眼睛睁开，非常迷人。他一看，他就两个人都笑了。那么 Krishna 看着他，那达拉尼看着 Krishna， 这么小的一对，然后就在笑，非常开心。Kita Devi 听到，他听到他们在笑声，看到那达拉尼眼睛睁开了。不是巴努马拉吉，他也来了，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开心，很幸福。那么多人都在那里，拉达拉尼来睁开眼睛，这就是最这个是最开心的日子。不是巴努马拉吉，今天是啊是大好日子，女儿这么长时间没睁开眼睛啊，现在睁开眼睛了。拉达拉尼睁开眼睛，特别迷人，大大的眼睛，非常美丽。然后，所以呢，就是他们说，拉达克什纳从那前生啊，已经呢就有爱意。所以呢，克什纳来看他呢，就是拉达拉尼啊，就睁开眼睛看克什纳。他们两个很亲，很亲近，很亲密。所以呢，他们双方的父母就说他们两个这么这样有缘了，而且呢就是很开心一起。所以呢，双方的父母就说这两个小孩要怎么玩都好，我们不会去阻止他们。比什巴努马拉什，他呢就是在南大国库兰那边。然后他把那个爱把拉达拉尼派到送到那个把送到那边呢，那么所有的那些小女孩啊，大家呢都在那边玩，就是那个那到马拉去的房子那边。那么首先呢，就是爱是从怎么样产生的，就是说首先是眼光的交流，这样呢就会产生爱意。当然爱啊就是增加的时候，每天呢就是有、他们就是说小男孩小女孩，他们呢就有这种自然的爱呀、是。然后就是妈妈亚修达呢，她把Krishna绑了，其实这个都是拉达拉尼呢，她呢就是说，她要是有什么好吃的，她就会塞在拉达拉尼，塞在Krishna那嘴里给她吃。拉达拉尼呢，她就是。什么话都想着 Krishna 吃，给他吃，所以他们都在想。当然 Krishna 就是说，几个月大的时候，三四个月大的时候，那么 Krishna 就跟那些小牛一起，他们在玩。那么那些牧牛姑娘呢，就在闻到呢，在欢迎接他，他们呢就是呢在。他们其实在当 Krishna 去牧牛的时候也是一样，那么那些牧牛姑娘小牧牛姑娘会去采花给他们穿花环啊，给他们装饰。
Krishna 也会唱歌啊，这样吹笛子，吹笛子，然后他们吹笛子吹出来的声音就是拉他拉他。那么那个笛子怎么吹出来的声音呢？就叫拉他拉他呢？没有人能够明白。那就说，拉达拉尼啊，总是非常依恋 Krishna， 他不知道其他的东西，身体、心意，所有一切，没有他没他不知道其他别的东西，他只知道 Krishna。Krishna 也是，他呢总是呢记得 Krishna。所以他们的爱呢一直都在增加。他们的爱呢不断的增加增加增加。这种爱呢是无限的。爱呢总是在增加。永性和永远增加这种纯爱。拉达克里希那他们在那小丛林永远的在那展现逍遥时光。他们也打秋千荡秋千。他们呢也会在玩那个小方块那些游戏。所以他们的爱每天都是在增加。他们的爱没有任何物质的那些痕迹。所以男孩子女孩子他们那种爱。所以呢拉达克里希那他们呢充满着呢 Prem Sneha Lak Anurag 所有这些爱不同的那种爱的那种情感。那么拉达拉尼的爱呢叫 Madhu Sneha千抓瓦里他的那个爱叫做就像那个酥油一样马杜基本上蜂蜜如果说要 要不在那个酥油那边呢放糖的话呢如果只是吃酥油的话那会有很多麻烦但是呢马杜呢马杜基本上呢蜂蜜他你就是不需要加任何东西就可以直接吃所以拉达拉尼的爱就像蜂蜜一样它当然是很甜蜜的非常甜蜜的像爪哇里的爱它是属于呢就是属于酥油这样一定要加东西的味道那马杜斯尼哈就是蜂蜜一般的爱意它呢也存在有那慢就那种怒气只有这种怒气呢所以一个人要是有爱呢有爱的时候才会有怒气啊那么拉达尼他会发怒拉达尼啊他就是他没有任何武器但是他这种怒气呢就是他的爱意爱意的武器所以呢他这种怒气也就是他最好的武器他有呢一直就是说爱意的棍子那么拉达拉尼要是说生气的时候他就不吃不喝当然就是直到 Krishna 来安抚他这样所以他的手上就有这几种爱的那种棍子Krishna 有时候呢就是 Shyamasakhi Krishna 变成 Shyamasakhi 呢就会去卖那些呢手镯啊那个这些东西然后他想呢去降他然后 Krishna 呢会跪倒在Radharani 的莲花柱下然后他会就是想办法呢想去呢平息 Radharani 的怒气